这是我们的摊位吗？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咖啡屋的暖身小铺。你们好啊，这都是志工吗？我们讲都是我们的志愿者。我们刚刚在忙着做点心的同时，他们已经在这边热情的销售我们的梦想了。就是北师大的教授，他长期来担任我们的高级搬运工，就是搬运面粉啊、白糖。然后这一位呢，是我们小铺呢最美丽的，就是常常呢每一周都会有一天来这边帮我们全天的值班哦。啊，这是叶佳啊，叶佳你好，是我们的志工，他用他的歌声，对，他用他的歌声。代表作是什么？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听我说谢谢你，还有呢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这是我们的代表作。叶佳应该是销冠呢。啊，我可以一边唱一边把这个东西。我会尽量多唱一点，然后吸引多一点客人来帮大家一起卖。接下来介绍我们两位一大一小顶牛销售志工，他们两个是搭配所向无敌，志远，那是我先生。啊，这是你先生，先生是销冠，对，是销冠，他不好意思不当销冠，他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压力太大，卖不出去都自己买单了。得支持爱人的工作。好了，有一位潜藏在当中的呢，是我们的志工总招。你好，我看后面好像还有不同的这个东西。对，都是帮我们来卖。我们叫公益格子去。哦，每一个格子都是不同的格子主。整个公益格子的理念，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很支持我们的理念，但是他们有些人不吃甜品，但是又想支持我们，所以我们最后就发展出来很多的格子，像这个是教授的格子，教授的格子，因为他们是化学专业的嘛，最好的原料，对，然后他们用非常爱心的价格放在我们这边，那有些他不吃点心的，他可能需要女士用品就可以在这边，所以其实每一个格子背后都代表着想支持我们走下去的一份爱心。好，好，今天很高兴哦，来到我们彩虹天使咖啡，我们今天有一个爱心音乐会哦。今天在这里现场的每一个人，都是为了一群来自山东、甘肃、河北、黑龙江一带的听障跟聋哑青年呢。他们呢很会做点心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更多人认同他们，所以我们一起在这里用不同的方式为他们的梦想发声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在这里邀请到央视主持人月亮以及歌手叶佳，都担任我们彩虹天使咖啡屋的志工，两位呢要为我们一起献唱一首《听我说谢谢你》，来感谢每一个人对无声世界梦想的支持，谢谢。我们唱之前，我想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对，可能有很多人都是看着月亮姐姐节目长大的。那今天呢，我来到这里一个主要任务，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爱心传播的方式，买到他们亲手烘焙做出来的饼干，让他们认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是最有价值的存在。然后我希望他们的饼干能够卖火全中国，好不好？把幸福传递。
持一下吗？我开张了，开张了！怎么会？来来来，越收越急，来来来，哎呀，还是小朋友给面子。你几岁啦？五岁。他才五岁，你知道你买的这个饼干是谁做的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是这个大哥哥做的。他可能听不到我们的声音，但是他做饭做得很好吃，做饼干做得很好吃。你跟他这样，你说谢谢。谢谢。对了，真好，交上。谢谢妈妈。你好，你要买这个吗？你的口罩都是月亮。你说你特别喜欢我。你说一遍，你是特别喜欢月亮姐姐。不是，那你说我是特别喜欢月亮姐姐。我是特别喜欢月亮姐姐。你这是强迫说的吗？是，这强迫说出来的吗？你是真心说的吗？